是本档的智能主播，我叫何宁。然后那个喜欢主播宝宝们点点直播室通知。你换衣服疯啊，听到吗？嗨，我的梦想是什么？我的梦想就是能够能够就是大家给我点点关注啊，这是我最大的梦想，是吗？是吗？对，其实我送姨妈痛。然后我们对，我叫姨妈痛，叫姨妈痛，大家给姨妈痛点点关注。我发现这名字火了以后，然后给大家跳第一支舞。然后小哥们，主播是河南的，有没有我们河南的小哥们点点直播室通知？绝对是姨妈痛。你们你们大，你们表达，你们说啥我都大家靠第一支舞。谢谢大家的小礼物，谢谢。
乘客同志们，请注意，欢迎乘坐由香港国际机场前往中国超湖马果99国际航班的客机，飞机马上就要起飞了，请关掉你们的通讯设备。啊，这趟车太累了，看不见干嘛？谁说看不见？感谢大家的小的默契，谢谢大家点击主播的直播室通知，感谢谢谢，给你们看看，给你们看，为什么？还有刚刚刷好多好多六六的小哥哥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我轩，这看不见，肯定那我捂着了呀。谁说就是有胸必须得让你看，对不对？好东西就是要自己偷偷留着。然后第二支舞给大家跳个椅子舞吧，然后点点关注，兄弟们点点关注。有人问我河南哪儿啊？我是河南南阳的，有没有老乡？给大家跳第二支舞了，点点心哟，对，大家点点心。是不是手速吗？说个眼神。
感谢大家上来小礼物，谢谢啊！啊，宝宝们，今天关注了大家宝小心，能不能点到1000个？二十个没有的，还是我跟鹅柱。感谢要，感谢我山，感谢我安静，我想静静。给大家跳一个那个嗨一点的吧，好吧。我老乡们有点关注，我是南阳的。谢谢大家关注，谢谢大家。然后给跳最后一组了，不多说，没时间了。对，主播不叫姨妈痛，主播叫何明，我再说一下，我叫何明 baby， 大家喜欢主播点点关注。It's all about the booty, baby.